车的秘密》之后，周杰伦执导的第二部电影《天台》也将于7月11日全国上映。除了发布电影主题曲，日前片方又首度曝光了一款功夫片片花，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天台》其实是一部以爱情为叙事主线，融合轻松喜剧、功夫、歌舞、特效多重元素的电影，炫目独特的复古风随处可见。天台不仅是第三届北京电影节唯一一部将片花搬上电影节舞台的作品，更是在闭幕典礼上得到功夫巨星成龙的大口称赞。而周杰伦此次也不负众望，从导演、配乐到剪辑和武术设计全都一人包揽，大有挑战成龙大哥最全能艺人的吉尼斯纪录呀。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经典汇聚，口碑之作，夏洛克带领超能少年杀出领界，优酷英剧频道重磅上线，《算意英剧》尽在优酷。